我对你的那种好，就是对妹妹的那一种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承诺。所以你一直都不是王后，王振，你真的是王振？如果王医师真的喜欢你，你会考虑跟他在一起吗？你的七世情人不要走了。这七世情人还是八世冤家，小麻雀，我才是你的七世情人吧？如朕亲临，台式东森联合献映。